自己新身份之后，吴尊十月五日举办新书决定勇敢签诗会，好兄弟陈以如义不容辞应邀主持。吴尊秘密结婚生子的事件欺骗了大家3年多，选在新书及自己的生日前夕将这个秘密公开，外界对此态度两极。以爸爸的身份面对大家，吴尊心情看起来比前一天开记者会时轻松许多。他坦言这心里还是很挣扎，但是心情相对平静。被问及何时替老婆补办婚礼，他就表示，其实我觉得当时间对了，我觉得就会，因为我们说实在的，我们没有去 care 太多关于这种问题的东西，而不是比如说我自私还是什么。其实他自己也觉得说啊，只要大家的心在一起，然后啊，婚礼什么时候办都 OK 的。见此，陈以如还主动应邀伴郎兼主持，吴尊便开起了玩笑，好兄弟的情谊溢于言表。那到时候我可以当伴郎。你假如不来当的话呢，我就要爆料了。我主持兼伴郎可以吗？主持哦，真的吗？可以啊，我当然想啊。此外，吴尊还透露，除了3岁的女儿以及即将出世的儿子，不排除再多添一两个 baby。